好的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巨鼻说房。那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，是位于全大金市的北柱松车站。现在位于北柱松车站旁边的那个全家。北柱松车站离物件大概走路是13分钟的距离。那旁边这里有一个柱松神社，可以进去参拜。那这附近东西其实也是蛮多的，像饺子店啊、冰淇淋店啊，等等的，然后还有像 Pachinko 啊这些。那最近这个很红哦，到处都是他的补习班。当然这边不算是什么很热闹的一个车站，但是其实有车站来讲就算蛮方便的，而且它是在南海本线上面哦。所以至少说我们这个车站呢是可以直接到难坡的，那也可以到那个机场，都是很方便的，从这边去的话。玄关上来了之后呢，这边是一间洋式的空间。这里本来是一个厨房，以前这也是在做章鱼烧小丸子的，所以它现在地板是有点软软的，然后要整修。那接下来这里是4.5铁的合适空间，那现在这边的空间就好很多了。里面这边这个洗面台都还不错，然后这里是马桶。好，那最后这边是一个厨房的空间。然后这边厨房空间是使用那个 IH 的，这里浴缸也都很新。这边是一个洋式的格局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合适的空间。这边是有一个类似小的一个嘿。大家帮我想一下词汇啊，我词汇有点少啊。好，然后这里呢是一个阳台，这边。然后这里是放洗衣机的地方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物件就介绍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呢都直接在粉丝团或者是我们下面留言，或者直接 LINE 联系我都可以。 OK， 拜拜。从物件走六
以到这里。玉出超市，玉出超市是在大阪非常便宜的超市哦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南瓜19块。它其实也是算一间很大间的超市。一样都有卖这些生鲜的东西，这里还有沙西米，哦，是牛排这样子336。从物件走10分钟，大概就是到这一间的药局。然后后面的部分，药局再往这个方向走，就是车站。那如果继续直走的话，就到我们的物件方向了。